是不是中国功夫各散大流？哎呀，你个死贼仔啊！如果唔系多得大家今日我几万蚊公款冇晒啊！多谢多谢。我哋绑个公安局啊！冇绳我边个绳啊？哎，冇绳就容易啦，搵条皮带啊嘛。唔使啊，唔使啊，锁匙锁。绑实噶，哎呀，师傅，师傅，咩啊？师傅叫你师傅啊？叫你啊，你做师傅啊？师傅，请收我为徒，教我几式武功。哦，你想学中国功夫啊？对。哎呀，小意思啦。哎，你刚才要我收你为徒弟？对 ，like 李小龙。呀！哎呀，叻叻叻！啊，你更厉害，一代才气，宗师，武功登峰造极。哎呀，你真不错啊！啊，那个汉语的登峰造极你不会讲啊？刚刚你一腿，那个人就追到了。我要 很 powerful， 我要赶一些。哎呀，你搞错了，刚才呀不是我的掌打他了，他是自己摔倒的。哎呀，我不懂什么武功啊，你有兴趣的话就来看看好不好？啊，你肯教我了？啊，师父，请受弟子一拜。哎。你哪里学那么多礼节 啊？李小龙，哎呀，教坏啦，系啊，唔，哎呀，你把上台咁得嘅啫，我有几个斤两你知噶嘛？哎，对不起啊，我不能做你的老师的，啊，我不行的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呀，老豆去边啫？我个仔等佢啊，等佢瞌晒眼瞓啊，又大个仔嚟玩，冇咁美。喂，翻嚟，老豆，翻嚟，我个仔等到你。师傅，师傅，师傅，我要拜你为师，学中国功夫啊！滚！你间个喂，老豆你犀利话，你未出过海，名扬海外。我嚟讲啦，咁嘅，我又打紧太极拳，啱有个贼仔行过，咁啊踢喺度扑喺度。他是我的师傅，一转手，哎，个贼仔玩到，佢话用嗰掌风打到个贼仔。对对对对对对，太巧，我没追到。哎，朋友，搞错了，搞错了。他是完全不会功夫啊！系啊，不可能啊！他会，他会。唔系，佢真系有鸡毛骨，我都唔明啊！点啊？老婆，老婆，你出嚟。哦，系啊，我打拿啦，快打拿！哎呀，搞唔清楚都。边个啊？你成日以为我老豆咧识功夫喎？你如果讲清楚。八位师喎，他是我师傅，他要教我功夫。来，错。You're not serious now, are you? Jinda, yes, I'm serious, really. What did you do? Oh, what? He was at the park and Li Xiaolong, and Igor Ray, sweet dollar. What? Yeah, yeah. And Li Xiaolong, and what are you doing? You're talking about movies. No. Jinda. He's not for real. You see, that's my daddy. I know him.He doesn't know any martial arts. Bukan, no way. He knows martial arts. I've wanted to study it my whole life. Yeah, sure. He knows martial arts. Yeah. No. Yeah. But no, really. No, wait. Yeah, he knows. Okay. I'll tell you. 师傅，哎，师傅，哎，哎，拜。做粗嘅咧，佢呢个人。好做得大喎，嗱，讲清楚唔系。李龙啲功夫如何如何了？喂，钟啊，你行快两步得唔得噶？咪咪摸摸咁，着紧衫啊嘛，唔使开铺啊，咪啫，争个分。哎，哇，呀，搞咩啊你？又是你，你做什么？我想学中国功夫。啊？你哪里学来的？中国功夫电影学的。我着火养猫了都。大伯，我告诉你，学中国功夫啊，很多那个 money 的啊 ，money 啊，没有关系，我爸爸他有公司，我有钱，这哦，对他是大老板，我想学功夫，我很想学功夫，公公啊，佢好流水啊，我放过佢啊，你打还没打？要学功夫？哎，对 ，no problem。啊 ，come on， 谢谢，上，老张，好，
你唔開鋪啦嚇？新英語應該怎麼說？好像叫做 stand up。 對了，不知道你姓還是他姓。坐挺高大，坐實際喂老公，你而家睇紧人啊，唔系睇紧马阴公。哎呀，你有冇睇中国功夫片咩？成龙家人都系咁拣嘅。啱。你又真系身为徒啊，咁啲系咩意思？啲程序都要做足佢噶。你的爸爸他在不在？你知道他是我师傅。我爸爸是你师傅？对。No。我才是他爸爸，不是，我才是他师傅，他的功夫是我教的。真的？你会功夫吗？我是正宗的啊，他，所以说你要跟我学。你要跟我学 ？No， 是你要跟我学。哦，我要跟你学。Yeah， 啊。真的？真的？呀！哦，师傅，我要拜你为师。哦，师傅，谢谢了。从现在开始呢，我就正式为收你为徒啊！你这功夫咩牛知嘅啫？唔记得啦，你老公我啊，荔湾区舞狮会个会长啊。系喎，喂，话时话咧，你识功夫啫咁。你有最关键嗰样，你又唔讲，即系有回报噶嘛，系嘛？咁你想收定几钱啊？即系做咩？哇！好残眼啊，老公，真系好残眼啊！系啊，吓？哦，你似混仔噶？诶，唔系，睇下。系咯，我惊你啊！哇，真系好大粒噶！净系识得拣钱利益，我谂住出嚟值得几钱咧？收你啊嘛，够未啊？佢仲唔够啊？谂深层，谂大啲。我明啦，你仲要锄多几镬，跟住就送埋个仔出国。好嘢，听唔明我？哎呀，好彩啫。外国朋友啊，我告诉你，我们武林中人是侠义心肠。视金钱为粪土，不需要，还给你。我现在正式宣布，收你为徒。Really？ 真的 ？Yes！ 哇，师傅谢谢。好，不客气。什么时候你可以教我？什么时候？明天。明天什么时候？明天上午。上午？哦，师傅，谢谢。不客气，明天。在什么地方？入好茶餐厅。哦，我知道。明天早上，入好茶餐厅见。哦，谢谢师傅，谢谢。哎呀，老公啊，你咪喺度养啦。你嗰啲三腳貓功夫，你點教人啊？你咪成日打擊我唔好啫。而家即係話縮沙都仲嚟得切嘅喎。我就唔睡諗唔通，為咗個仔出國，我一定要諗掂佢。得啦。嚇？咩啊？你老公呢樣唔得，嗰樣唔得，有樣嘢可以得。醉拳點睇啊？啲醉拳，你识醉拳嘅咩啊？醉拳呢家嘢就可以，搞到人哋迷迷蒙蒙啊嘛，系嘛？咁度蹦下，嗰度蹦下就系啦，吓。咁啊系啊。醉拳咧，首先要揾到一个醉意。你次次饮清酒都醉噶啦，你都。所以咧，我今次首先要教嗰个西人乜嘢叫做醉。咁佢醉咗之后不省人事啦，佢点学拳啊佢？咁我就醒咗之后问佢咯，咩叫做醉意啊？唔知啊？唔知啊嘛？唔知再醉啊？
切，咁接二連三咁一路咁追落去咯。係，咁你真呃人嘅啫。咁唔係喎，的而且確，我睇過一部書，學醉拳一定要飲酒喎。feel 唔到。等我一陣。做咩啊？搞咩啫你？快快好快快。嚇？傻，一不二三嘅搞搞震，瞓啦，唉。做咩啊？喂，冇啊，夜媽媽飲咗好傷身嘅，聽日先飲啦嚇。唔係，唔係我飲，你飲。我又唔係學拳，我飲嚟做乜啫？咁你話 feel 唔到咩叫做醉意？我而家唔係治下你嘅醉意係點樣㗎啦？我覺得我自己捉蟲啊！而家。係咩？做咩啊？刮啦，刮晒佢啊！哎呀，啲酒嚟噶，冇事，冇事。几手指啊？五只手指，傻噶，呃我。几好饮喎！啲酒量可以。傻嘅，你嗰啲三腳踎高夫，你接埋啦！我而家先知道嚇咩叫識飲酒，飲咗過界之後咧，你就知死啦！話你聽啊，醉酒啊？呢啲叫醉酒啊？唔知啊，反正覺得幾好味喎，頸渴啊！睇住老婆，喂喂，你係先好啊！冇事啊！咁你都唔好啊！哎呀，冇事喎！哎呀，好攰。系老公有冇失踪啊？冇失踪喎。冇啊！猜猜猜猜妹都冇啊！嚟，诶，两只小蜜蜂啊，飞在花丛中啊，准备准备飞呀，嗯啊，飞呀，嗯啊，飞呀，飞飞喂喂。唉，又干杯。很好喝，我可以喝很多，没有关系，还有一杯没有关系，两杯三杯随便，两杯可以，三支。做咩啊？老公完全冇感觉，靠靠慢慢走。哇！你夹鬼走咗两万，你都完全冇嘢嘅。没问题，我酒精免疫。吓？免疫啊？早讲啊！冇饮啦，唉，饮晒我啲酒，你知唔知啲酒加加埋埋几多钱啊？成千银啊！冇啦冇啦冇啦！哎呀，老公啊！我可以系。哎哎哎！唔好饮啦，唔好饮啦！哇，真系，我你讲嘅错噶，你最终计啦，咪办法噶。系啦。好啦。做咩？天明啊！吓，过来过来过来。没问题吧？看见我醉了啊！站好，站好，立着，立着，立着，站好。哎呀，没想到你是酒精免疫呀、啊！哎，对，很既然是酒精免疫的话，就学不到醉拳了，因为你找不到醉意的感觉，是不是？是、啊。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就学学基本功吧。基本，我们中国人叫马步。马步，马步，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啊。手这样子。好。嗯。拿开。啊。嗯，走，走，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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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大霸气！哇，师傅你很厉害，厉害就不是师傅了。走吧，厉害啊，厉害！知道什么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吗？冰冻，冰冰的，冰箱的冰。哎，你不知道，啊，行吧，啊，我先上来。哦，什么东西啊？现在开始就训练你的基本功。谢谢，老公啊，谢谢。啊，摆边个门口啊？啊？咩门口啫？啊？拉住我右下边。边个噶？佢认到我咩？嗯，翻啦翻啦翻。唔
好意思，你自己放啦，你真系。真系。看看。啊！哇！一直蹲到这个香烧完为止。哇哇，你很厉害的。啊？上上上！哎，上上上上上！哎呀，做什么？好痛啊！痛痛就不要修了，回去回去回你美国去。不不不不不不，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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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可以的，我可以。一直蹲到这三支香烧完，懂吗？懂了，懂了，懂了，真的，师傅，谢谢啊，我可以了，可以了。啥？蹲，站完下，别动。行吧。好。饮茶。你来。饮茶。即系话时话咧，你话嗰傻佬会唔会仲喺度集紧马啦？死啦！做咩？你唔提醒我，真系唔记得咗佢添啊！佢咩啦？佢唔系仲喺度啊？你都识得话佢傻佬啦吓，居然拖住只乳猪看家门口跪成半个钟，佢都滞嘅。你叫佢集马，佢真系集噶吓！我很开心看见你了，我的钢骨怎么样？哇，你真的冒了一个，厉害！啊，谢谢。哦，哎呦，我很累了。哎，坐，哇，你劲过你师傅好多啊，真系。哎呦，哇，佢今日真系傻。所以咧，点死咧？吓？唔系啦，事。点啊？去执啲蚊翻。吓？我黐落啲。筷子度嚇，講嘢啊！你話執就執啦，你去嗰啲蚊箱嗰度執係啦嘛。係喎，有個電蚊機嘅。係啦，接落嚟，得，爽啲啊！快啲。係啦。天明啊，係，看來你的基本功真是啊 ，OK OK， 謝謝。好，下面我想教你一個絕招。嘴叫？不是睡觉，是绝招，是功夫功夫。好好啊，这个绝招叫做棍扫一大片。我懂了，看好了。行吗？大美啊，怎么样？啊，做咩啊？吓，咁多嘢睇嘅真系，哎，嗯，哦，没事。现在就是开始我哈，棍扫一大片哈，我手扫的一大片是扫蚊子，走，爹，哇哇哇，什么？看看，哇，师傅你很厉害，有很多蚊子，我要谢，我要谢的，谢谢我，对对对，好，那好。夹，夹，哎，哎呀，慢慢的来，不要着急，好啊，夹到先奇，哎，好，哎，哎，啊，皮鞋，睡觉，是吗？哈。你覺得呢兩嚿磚頭有咩唔同啊 ？IQ 題啊！你答咗我先。一樣嘅。一樣啊嘛。係啊。OK， 就依個。做咩啊？等我一陣啊。哦。喂，我睇石嚿磚啊。哦。睇石嚿磚，磚都好睇咩？佢明明係咁畫，哇！真係好痛嘅喎。你做咩啫你？咁你教我睇住嚿砖啊嘛！而家唔好睇呢嚿，你睇呢嚿，啊！
一样嘅啫喎。一样啊嘛。哦。啊？咩啊？吓？做咩啊？一样啊？吓？搞咩啊你？我而家准备表演一个气功俾你睇下，叫做食指穿珠。食指穿豆腐珠，你又识啫？你讥笑我？睇嘢。呀，又嚟。睇下啦。你真系识穿珠啊你啊？点睇啊？又估啊！头先出去就穿定个窿嘅。老婆，知道嗰个咧就话我出去穿定窿啫，唔知道嗰个咧，陈功夫，好嘢啊！